现在呢是凌晨的4点多钟，位于朝阳区汇新苑社区的这家物美超市已经开始补货了，我们去看看现场情况。昨天下午啊，这个5点的时候，卖场的这个顾客明显的就增多了，购物集中在米面油，还有肉蛋禽这一块。我们物美超市的商品的货量呢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能够保证充足。我们的商品呢，都是在统一集中在我们的大库。这几天的这个供货量呢，已经是达到了平常的2倍。比如像蔬果吧，我们今天的蔬菜大概是15吨的一个量，已经是在昨天的这个销售的基础之上提升了20%。接下来的几天呢，我们的这个闭店，晚上自然闭店的这个措施呢，还会继续。另外，针对于一些就是高风险地区的封闭小区，那么我们呢也会除了这个加大我们的这个商品供应，我们把一些生鲜的商品呢会做成一个套餐，有餐包，大家呢可以从这个多点 APP 上呢可以直接下单。